老板，给来份爆蛋螺蛳粉。好嘞。这多少钱一份啊？十块。哎呀了，加个爆蛋多少钱？加个爆蛋还是十块。还啊，这么好啊？啊，加俩也是十块。啊，三个都给我加了吧。三个都加啊？啊，哎，还有，老板怎么这么做生意呢？一直都是那么干啊，一年就干半个月啊。哎呀，这鸡蛋这怎么了？嗯，啊，我的乖乖，这臭了吗？嗯，啊，哎呦了，啊，扭，哎呦了，啊，我的个神啊！老板，这蛋这是不是臭了？嗯，这是不是臭了？冒蛋，我一年就干半个月。啊！这发生什么了？我操！老板，你干什么？老板，你干什么？哎呀，威力这么巨大吧？哎，你看这个小伙子。老板，你干什么？没事。啊，漂亮！糊了没啊？没有。没有。哎呀，怪不得家带不花钱。好啊，这味儿！哎呦，老板你找吐！老板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！老板，你一炒这个蛋，整条街。老板，我帮你掐掐人中，没有办法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年，我这半个月必须得干。我妈给我念的，她说我吃不完，不然我回家过年。我也很苦，就是妈妈给腌的又不能浪费，对不对？我们拿出来让大家分享嘛。啊，你真是个苦命的孩子啊！哎，你怎么把你养这么大的？大哥，今年多少岁了？今年28。哦，怪不得。哎，你写特别写年轻。是吗？哎，对。大哥，你还能吵吗？还吵不吵了？如果还吵的话，咱就接着吵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大哥，我都为你快感动哭了。大哥别哭，大哥，没事，炒饭，不哭，咱不哭啊，兄弟接着炒吧，没事，不哭啊，咱不哭啊，啊好，哎呀了，不行，怎么又，好，加上豆芽，加上泡菜。啊，吃，大哥吃，你怎么炒都行，可以 ，OK， 没事，掉进去也不要紧啊 ，OK， 可以啊，大哥技术真好。大哥，我能问一句话吗？嗯。你妈妈自己平常喜欢吃这个鸭蛋吗？我妈只给我念。哦，你妈对你真好。你有没有去查，就是那个你是亲生的吗？这个事儿我还专门去查过。是不是啊？是。很神奇啊。可以了，大哥，你也不容易，别跌了。好，谢，10块钱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你买不了上当。